你好，欢迎收看《名师一言堂》，我是常胜传。台湾的高龄化速度到底有多惊人？行政院主计总处推估，民国113年，也就是10年后，台湾将成为超高龄社会，届时每5个人之中就有1位是老人。台湾面临老人化社会，你我还有政府都准备好了吗？今天《名师一言堂》将有一系列的深入报道，先来看今天的一言堂单元提要。台湾人口老化，长期照护谁来做？时薪低，形象弱，政府培训8万名照护员，人才却留不住。高龄化台湾，银发市场前景看好，然而老人用品上哪儿找？辅具设计人才荒，乐龄台湾口为口号。职场新主张，退休银发族再替战袍，公司顾问、产品销售员，老来工作是金牌娘，还是人生重新开机？这几年因应银发照护市场，老人安养院、老人机构，甚至是大专院校的老人服务系所，都像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老人照护多半还是以提供照顾人力为主。反观国外，让老人自己照顾自己的辅具，却是银发族照护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事实上，不仅失能老人需要辅具，健康老人更使用辅具。问题是，这些银发族专用的辅具该上哪儿找？为何已经步入高龄化台湾，老人用具竟是如此难寻？百货、夜市、专卖店，满足幼儿到成人的生活用品随处可见，就连家里的宠物都有专属美容院。但在步入高龄化的台湾，专为老人设立的商店该上哪儿找？拐杖、变身雨伞、放大镜、伪装项链，还有 MP3， 原来是助听器啦。这些玩意儿很魔术，很 fashion， 酷似创意商品，它们其实都是老人辅具，也叫老人用品。台湾在提供给银发族的一些商品，其实坦白讲不讲求美观的，就讲求用而已。所以我们去医疗器材常常就看到买很多的拐杖，其实就是单一颜色，它没有任何的花色。过去不论拐杖、助行器，想帮长辈购买这些辅具，得到医疗器材行。难道老人辅具就得和医疗用品画上等号吗？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生活用品，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我拿出去，我不是因为我身体上面的一些任何的这种问题，我就是很自然的，我到了这样子的年龄，我可能可以很名正言顺的，我不用去感受到别人的歧视去用这些东西。这道理如同婴儿还没行为能力需要婴儿用品，人老上了年纪得靠老人用品来协助生活自理。这几年银发商机崛起，但这年代要赚老人的钱，可要懂得大玩变装游戏。我变，拐杖变身双节棍，轻松折叠，方便携带。另外拿伞充当拐杖不稀奇，瞧瞧这把怎么看都不像拐杖的拐杖伞。晴天收起伞柄，雨伞拐杖二合一，下雨也别担心，伞杖分离，既能遮雨，又能再生出另一根拐杖解决支撑问题。就连老人家吃饭穿戴的围兜也要变一下，变衬衫，变背心，变装后的辅具超受欢迎，因为它抓准阿公阿嬷在意的面子问题。他即使走得已经不够好了，有些人还会硬撑，就是不肯拿拐杖，那他宁愿拿把伞。所以因为拿伞的话，他可以说哦，我是怕下雨，可是拿拐杖人家就会觉得我应该身体不好，所以其实可能是面子问题。台湾的长辈们哈，哎，很不喜欢拿辅具产品，用辅具产品，这个是事实。一开始他们绝对不认为说我有那么严重的吗？我有那么老了吗？我一定要拿拐杖吗？我一定要拿手杖吗？一开始他绝对没有办法接受，可是经过三番两次以后，好了 OK 了，勉强拿个拐杖，但是他经常把那个拐杖当雨伞，正扔在半空中这样走路的，本来还没有拿拐杖还不需要
咚咚嗨咚咚嗨这样子，哎，他就把它拎在上面这样走路，你看到你就那很好笑，很多个长辈都这样子。已经上了年纪却不认老，拒用辅具，甚至生病了也认为自己还有自理能力，一切自己来，这样的心态尤其出现在面临突发性疾病的老人身上。像中风最容易，因为有慢性病的话是还好，因为慢性病它是慢慢，你会它的症状都是慢慢出来的，那他的亲朋好友都慢慢会接受，他自己也是慢慢会接受。可是像这种比较突发的疾病的时候，比如说中风，它是很突然发生的，那这种型的健康的衰老速度是很急速，他自己都没有预测到或是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你叫他去使用这种辅具，那真的是对他面子上有很大很大的创伤啊。台湾的长者用辅具会考量面子，反观国外使用辅具的对象却有一半以上是健康老人，难道他们没这疑虑吗？国外的话是因为大家独立性都很够啊，因为他们很讲究个人主义啊，也很希望是多一点自己的好自由空间啊，然后自己的行动力要就是多一点啊。不过像在日本，他们很多人老人会推类似这样子一个叫做散步车，啊，然后走累了，他只要把这个车子固定住，他就可以坐下来休息。那甚至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后面都有一个置物袋，可以让他去购物。尽管散步车等辅具在日本已非常普及，来到台湾却不如国外风行，原因就在这些银发族商品，不论是脚上穿的鞋，还是眼睛戴的护目镜，或是手里的附件餐具，大到电动床，动辄数千或上万，样样价格都不便宜。其实有些东西当然是它还是偏贵，尤其这样有些辅具它有安全性的考量嘛，所以它材质势必会比较贵啊。那可能长辈也会考虑说，这个真的还蛮贵，那干脆是不是比起来请个费用，全部都把所有的这个钱费用都转嫁在费用身上好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费用好像辅具一样全包了，可是这当然也对费用的，就是说他的工作权也是有，也这也是受争议的啦。因为日本有一个很完善的介护保险，所以他们每一年有一定的额度可以去消费，然后这个比如买一个东西只要1000块，他只要出100块，另外900块是政府补助，啊，所以等于90%是政府补助。然后这个他可以买很多东西，然后加起来是一定的额度之内，他都可以去买。那这个部分就造就了日本的在这个银发生活产品的这个整个起飞起来。在日本，保险制度带动当地银发辅具市场。反观台湾，购买辅具也有补助办法，但仅适用身心障碍老人和中低收入户长者。一般长辈想买辅具，抱歉，费用请自行吸收。另外，台湾辅具仰赖进口，进口货价格普遍不亲民，这对老人人口数多、辅具需求量大的安养院来说更是一大问题。像是这家安养院就曾因翻遍全台找不到任何一张能防止老人跌倒的床，而选择靠自己发明。预防跌倒床，运用油压升降概念，当长辈想下床如厕，只要按下床边的遥控器，卧床便慢慢下降，直到阿公阿嬷可以安全踏在地上。一般买进来的医院的病床，结构是不可能让你下降的。结构25公分，加上床板10公分，加上床垫或者气垫床加上去，都一定超过45到50公分。那一个老人家又很客气，不方便叫人家，啊，这样子的时候他下床，他要去如厕啊，很正常啊，啊去如厕，一下来，脚软也好，阴线也好，跌坐下去，地板如果要硬的，经常都会发生骨折。对，一年有90几件的这个意外事件，其中有80件。就是老人跌倒。事实上，为了预防长辈发生意外，安养中心自己制造的辅具就有21项，而发明人就是安养院的执行长，从事老人照护工作已有26年的蔡方文。Hello， 你好。哦 ，Hello， 巧韵。啊，我在苍穹奶奶这边啊，测试一下。
这是蔡芳文的另一项发明，老人电脑。2421，我的这样。电脑采触控式荧幕，老人家只需轻轻一点，就能和世界各地的家人闲话家常。妈，听得到的话，我就跟你讲，那天大妹跟你讲的一首诗词，好不好？好老人电脑能打视讯电话，能听收音机，能看网路相簿，还能量血压，没有太多繁杂的界面，手指一点就能使用，符合老人家要的，简单就好。另外可别小看这台电梯，它可是全台罕见有椅子的老人专属电梯，可以消除老人家的恐惧。现在的长辈很多都是从中南部，以前是种田的耕田的，他进到这个安养中心，以前根本没有电梯，因为乡下都是那种三合院、四合院的，根本没有坐过电梯。那你突然之间要来这边搭电梯，他主要住在二楼，恐惧，因为他们在乡下完全没有搭过电梯，而且在搭电梯的时候，电梯在动，就好像在地震一样。啊，对一个长辈没有搭过电梯，他会很紧张。老人电梯速度快不得，然而开关门的反应却得够灵敏。蔡芳文在电梯门加装72道红外线感应器，目的就是要杜绝长辈们有个万一。你站在那边，他电梯就不会关了。因为你一个恐惧感，就是说他们在走路的时候，他很慢，他很怕这个电梯会夹到他，一夹到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这个要快一点，所以往往因为这样子而产生的意外事件。电梯门被推动，电梯门要开了。老人电梯、老人沙发、老人电脑、老人卧床，像这样设想周到的贴心辅具，除了是蔡芳文为老人服务20多年累积的观察之外，若不是他念的是电机科，有组合发明的能力，这一切贴心的设备恐怕都无法成就。有老人服务照顾相关的科系，或者是医护资讯相关的科系，那这个确实在台湾已经有30几所，每年的毕业生也将近有1700人左右。毕竟，真的比较少学校真的是为了辅具这一方面的课题啊，去开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科系。基础推估，台湾在民国113年，也就是短短10年后，就将成为超高龄社会。一线型身障老年人口比例估算，民国145年时，长期照顾需求者至少突破120万人。因应老人需求，目前台湾已有30几所老人服务相关科系，老人医疗、老人福利、老人长照、老人心理。培养老福人才的课程应有尽有，唯独老人辅具完全被忽略。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就是说，有老人照顾服务管理系的这个学校呢，它本身没有工程背景的科系来做搭配啊。那像这个有一些有工程背景的科系的，他没有护理的那方面的科系啊，所以两边啊有一点点就是南辕北辙一样啊，就是他做他的，他做他的啊，很难去做结合。全台最早成立老人服务系的明星科技大学，因为校内同时有电机机械等相关系所，未来校方若采跨系合作培养辅具开发人才，或许问题不大。问题在于绝大部分的学校仍无法同时具有老人福利和电机工程系所，又要如何培养发明和制造人才呢？没有办法，因为只有在安养中心才有那些辅具，才有那些设备啊，能够好好的照顾你，让你的生活品质能够提高，对不对？啊，可是呢，我们台湾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啊。那老人家不去，我们很希望他在地老化，可是问题在地老化，我们很多设备啊，就您讲的这个辅具，这些都是欠缺的，啊，要买又很贵。我们说的老人家老了，
尤其是生病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一定要到机构去？其实这个是很就是很挣扎的问题，即使在一个个就是家族当中可能也是大问题，因为送过去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代表是不孝哦，对，不够孝顺还是怎样，那留在家里谁来照顾？人性化的辅具不但可以友善老人，更可以预防长者发生意外，甚至还能节省长期照顾的社会人力成本。台湾再不加紧脚步，所谓打造乐龄环境，恐怕也只能沦为口号。スピードは10キロ以上出ないようにギアが設定されているんです。ブレーキは車椅子のブレーキ。还可以多跨买，吃健康，用健康。哎，所以说我们的大人跟小孩成分呢，都是脱离的。看看六十岁的严丽珍，从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变成了跑遍各大百货超市的产品展售员。做会计做了25年，你看19+25，44岁我就退休了。但是我不喜欢做会计，我喜欢文勇是射手座，我喜欢跟接触客人。最近常被人挂在嘴边的形容词“小确幸”，勾起重新思考人生什么才叫做幸福。特别的是，传统观念里，年长者从职场退休，有一笔退休金，外出游山玩水，在家含饴弄孙，安度晚年，可能算是所谓的幸福。然而这两年，却有人打破这样的观念，认为应该要鼓励身体硬朗、还有能力与意愿的退休银发族重新投入职场工作。银发族就业市场是不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开发市场呢？银发族是宝刀未老，还是抢走年轻人的饭碗呢？一块来了解。因为本来那个工作已经退休了，那退休发现退休没有一个目标哈，确实也是很难。正是个64岁的银发族，7年来，他每天早上8:30就搭上捷运，前往新北市板桥区。64岁，那跟这些上班族挤会不会很累啊？哦，倒也不会啊。会有人让座给你吗？经常有人会让座。在9:10一进公司，陈俊胜立刻开始一天的工作。哎，六，我讲呢，我去公司啊，还。既然之前退休都退休了，经济也完全无余，为什么年纪一大把还要再回来上班呢？清晨5:30，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广场陆续涌进人潮。这时间来运动的绝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家，有的跟着动感歌曲的节拍跳着流行舞步，有的慢条斯理比划做操，有的缓缓运气打着太极拳。退休后的生活是在做些什么？每天做运动啊，到健身房啊。要不要带孙子？不要，孙子都大了。早上起来散散步，回去吃早点，吃完早点休息一下，看看电视，吃了午饭。他们享受退休后的慢活，但其中也有人还想重回职场，只是碍于种种原因裹足不前。如果要您再去上班，你愿不愿意？啊、哦，不可能的，76岁还上班呢，开玩笑，把年轻人的缺都占掉了。因为还觉得我还年轻，我就要再做了，儿子不给我做。那么就像休眠的电脑重新开机，想回到职场的银发族可不可能也再次启程呢？75岁的王健每天都来这里上班，拥有绘画、建筑与产品设计专长的他，曾是知名设计公司的老板，在他手上进行过高速公路、台北车站、道路、桥梁、水库等重大工程的绘图制作，也开过无数次的个人美术展。从民国62年创业，创到民国92年吧，92年的时候，自己认为
我已经足够的养老金了，所以我就把公司关掉。结束公司营运的王健并没有脱下战袍离开职场，反而转以顾问的身份四处接案，开创职涯第二春。比方说我现在的兴趣跟我的职业有时候界限分不清，人家说哎，你喜欢画图，那我你帮我画一个房子，我就帮你画嘛，画了还有钱，这高兴两次。哎，中山堂有音乐会，我不是去吹小喇叭吗？我还担任15分钟的节目，吹完了以后呢，到台下还有钱领。因为想继续这样子下去，我决心不再退休。除了接各类设计案与活动表演之外，在这间十多坪大的个人工作室里，王健每个月还要写出6篇专栏文章，稿费多寡排在其次，主要是经由写文章，王健可以分享他的人生历练。而他在产品设计方面的实战经验，也透过每星期到大学教课传承下去。今天的课程哦，题目叫做《量体的计策》。现在世界上的所谓的山西啊，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里，像王健这样的年纪还要工作，总被认为是劳碌命。但其实这样的观念不但逐渐改变，银发族重回职场还更值得鼓励。那对于一些教育程度跟社会经验比较中上的朋友而言，他应该是凭借着他的专业的能力。那如果是白领的部分，或许是一些比较咨询跟顾问，或是比方说社区大学的讲师等等，都是他们可以再进一步贡献社会的这个场域。我是属于比较蓝领阶级哈，一般我们看得到的，比如说很多人是就开计程车，很有啊，遇到啊，就是以前上班也蛮好的，然后他就是当休闲，收入不是他的最大考量，是他可以跟人接触，或是做保全。如果是女性的话，有的是在大卖场，那有的可能就是帮助小孩子做一点小生意，那或是说有的是投入类似保育，带小孩子这一类的。事实上，近年来退休银发族重新投入就业市场的情况，在许多国家已经相当普遍。以全世界高龄化最严重的日本而言，2012年3月废除60岁退休制度，并奖励聘雇60岁以上银发族的企业。日本目前65岁以上银发族就业已占全体就业人口的10%以上。而欧洲高龄化程度最高的德国，在政府提出最长3年、最高50%工资补助计划下，65岁以上就业逼近8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2%。至于台湾，光是与经济竞争对手韩国相比，中高龄劳动参与率就明显偏低，55到59岁只有52.5%，60到64岁只有32.6%。至于65岁以上的银发族就业率只有8%。我们是晚进早出，所谓的晚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大专、大学、高等的教育越来越普及，那年轻人哈是比较晚进入到职场，可是我们的退休制度哈会让我们的国民选择或许不到65岁就已经办理退休离开职场了。提早退休使得就业市场人力资源流失，增加退休年金的财务压力，加深年轻人抚养的负担，劳动力减少更深深影响经济成长。只是要鼓励退休的银发族重新投入职场可没那么简单，首先在个人的心态与人格特质方面就需要适度的调整。来去过看看，吃健康用健康，所以说我们的大人跟小孩成分呢都是脱离的。看看60岁的严丽珍，从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变成了跑遍各大百货超市的产品展售员。做会计做了25年，你看19加25，44岁我就退休了。但是我不喜欢做会计，我喜欢文勇是射手座，我喜欢跟接触客人，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就是到处去，比如说卖东西啦，哈，里面还有个小朋友，你来看看，小宝贝的 QQ 刷。咬一咬就在刷刷牙，妈妈在哪里？
啊，小公主，小朋友的牙刷，0到8岁，咬一咬就在刷刷牙，在这里。开朗积极的人格特质，严丽珍的业绩出奇的好，甚至比起公司里其他年轻的销售员更得到雇主的肯定。比如说我们出去介绍的这个工作，那我要介绍这个牙膏给年轻的妈妈，那我是一个做过妈妈的人，养过小孩的人，那我就可以告诉年轻的妈妈说，你应该怎么样来让她习惯，年轻的妈妈就会觉得更贴心更好。我不会觉得说他们的薪水应该要比较低，我不会觉得。如果说同样一个不用使用电脑的工作，在他们都很健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是可以跟一般人一样的薪水的。一般年轻人，对，最主要就是说，我因为我们这把年龄，我们必须认真，比别人还认真一点，让老板来肯定你。这个最重要原则，认真负责。年轻人碰到那个客人拒绝的时候，或许他就不再讲下去了。那我们会呢，会给他客气的态度，比如说，哎，那你可以再参考一下，啊，毕竟说有个机会留给你，让他记得你。我们年轻人的饭碗都被你抢走了。哎，但是就所谓的，你有没有我那么认真，那么负责？这个强调一点，我们就赢了。报告。其实严丽珍也必须兢兢业业，毕竟她肩上的担子还很吃重。现在这个环境，其实退休金物价一直上涨啊！啊，一方面因为我是晚婚，啊，小朋友，我只有一个儿子，现在还在读大学，今年大四毕业，他还要再读硕士2年，所以我还是要在工作啦，存个老本嘛。虽然是退休金够，但是老本还是我们也是会坐吃山空嘛。但是碍于经济压力，不得不重回职场的银发族，往往在求职时遭到雇主拒绝，真的需要政府协助排除困难。如果雇主对于聘用这个比较高龄或中高龄的朋友是有疑虑的，那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态度是很积极，那我们在聘用的一个初期可以先有一段的时间，可能是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聘用他之后，那这一段时间政府会来补贴他的薪资跟一些训练管理一个费用。除了依照雇用人数，每人每月发给雇主8000元的薪资补助，提高雇主聘雇银发族的意愿之外，我们进入劳动署就业网站的银发族专区，发现这里能够查询职缺，进行工作媒合。同时，网站还提供相关的职业训练课程资讯，像是电脑技能，是许多银发族再就业的罩门，得要先克服学习的心理障碍。原本从事建筑与房仲的陈俊胜，就是在重回职场之后，因为工作需要，硬是学会了基本的电脑文书技巧，使他能顺利与国外公益团体信件往来。是退休后一个机缘啊，跟着那个社团到国外的时候，认识当地的华侨，带我上山去认识那些台北的一个学校。结果就起心动念了，去为他们做这些服务，公益方面是。在做公益中间呢，也认识很多有善心又有条件可以做公益的，比如像我的老板，他也是条件也够，也可以协助我做一些善意。陈俊胜替他的雇主处理对泰缅等地弱势团体的公益慈善事务。他说，年轻时的工作只是为求家人温饱，现在这第二份工作才是自己的志业。我出来做以后，第一个我有个目标，第二个我这个身体又比较健康，因为你每天要打扮一下自己再出去嘛，要不然回来的时候，那刚休息那几年呢，就我常常坐捷运也好，上公车也好，人家马上起来要我坐位置，就我老的可能那个老态龙钟的样子。那结果你一有上班或者你有一个目标的话，那你就会打理自己，然后出来说让人家看得这个有点精神嘛，那也比较让人家看得健康一点了。就让做的就少了，也不是少，还是有，但是我们都会拒绝，因为我觉得我还有能力可以让做给别人做。傍晚，陈俊胜照例搭捷运回家，
穿梭在拥挤的下班人潮中。一天的工作虽然疲累，但是他的脚步却是轻快的，因为对他而言，他又找到了生命的活力。会发现你的那个重新就业那种成就感哦，会觉得更值得我们去累积了。服务四个多月，方琦对这100多位老人家的喜好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就是你要运动啊，你平时就是要看左边。哇，坐在。虽然会痛，但是要忍耐一点点。对对对。许多人好奇，年轻的方琦为何会选择在仁爱之家工作？原来他大学念的是银发照护系，雇主看中他读的是相关科系，因此愿意高出一般行情的薪水聘雇他，希望能留住人才。近年来，我国老化速度加剧，预估到2025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每5个人就有1位是65岁以上老人。基于长期照护的需求越来越大，立法院日前完成了长期照护法草案初审。不过，不少的社福团体认为，法条里头对于民众最关心的，像是如何提供评价、优质、普及的长期照顾服务，并没有明确的规范，将来恐怕会造成纠纷。此外，政府虽然这几年培训了8万多名的照护服务员，却因为提供的薪资低，让培养出的人才不断的流失。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还有长照法一旦上路之后，对于现况有没有正面的注意呢？来看我们的探讨。上午不到9点，52岁的居家照护员林凤英忙完上一份工作，接着又赶紧准备前往第二个失能家庭。之所以这么拼命抢钱，全为了一个小时150元的薪水。阿哥，你吃饱未？来到云林包中乡独居老人阿哥的家里，林凤英熟门熟路，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不需招呼，不需下指令，他拿了拖把先做了再说。10元左右。啊，拢习惯了。嘿，拢习惯了。那你平常都帮那个阿哥做一些什么？像领钱啊，或是办些资料啊。如果没有跟家属住在一起的，他们有特别状况，像是要看医生，或是领什么东西，有时候会特别再跑过来一趟。林凤英和阿哥两人原本互不相识，因为10年前林凤英报名参加了民间团体办的居家照护员培训，取得证照后就开始到需要照顾的老人家中从事服务。他有条不紊的个性让长者和家属很能放心。不过居家照护员的工作内容可不轻松，举凡像是打扫、剪指甲、买菜，甚至是帮忙盥洗，能做的全包了。本来要跟那个阿公洗澡，你会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啊。阿妹啊，都怎啊？最习惯来的怎啊？感觉 OK 这样子，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说啊。像阿哥这边说啊，的整理一下或是怎样，他们去都是哦，大部分的老人家都是哦。都是要洗澡、备餐、整理环境，或是怎样，都是一直要用劳力做的。不过说起花体力，最累的莫过于要抱着老人家移位。你刚开始抱的时候会不会很吃力？还 OK 呢，那时候好像可能比较年轻，比较有力气啊。现在还 OK 啊，现在就习惯了啊。就是你方法如果用对的话，回去累不累？很累。这种心思要细腻又要费体力的工作，北部时薪180元，南部只有150块，
或许有人觉得150元已经比劳基法规定的115元最低工资还要多35元，已经不算低薪了。但是对单亲妈妈林凤英来说，10年前丈夫过世，接着找工作又不顺利，还要独自抚养2个孩子，经济压力可说是相当沉重。因此只要有工作机会，二话不说就拼命接。一个月差不多多少？2万多。两万多？哎，对，2万多。养2个小孩？对。那时候你有其他工作？有，礼拜天、礼拜六，我朋友都会请我去做，像那个换水表啦，还是油漆啦。哦，你大家拢会晓。对。虽然居家照护员1个小时能赚150元，但是受限劳基法2周工作上限84小时的限制，就算卖力工作，一个月最多也只能赚25200元。这样的数字，只有相当于日本照护员月薪的一半。即使在云林乡下，如果不兼差，根本很难生存。像我们乡下，一个家庭一个月2万多根本就不够了。如果有小孩的话，你要带人情世事，搁要立有诶无诶，吼，劳健保有诶无诶，啥物，啊，搁囡仔要收费要读书诶，你根本都要负债啊。其实，在台湾，居家照护员制度行之有年，只要在家中有失能者需要照护，都可以提出申请，并没有排付限制。而且政府针对中低收入户还有补助，补助的金额多寡是以失能者状态轻重来评断。但中央补助款常年不足，经常造成地方政府执行上预政乏力，一些财政窘困的地方县市到后来只能拒绝民众申请。前几年有时候到了8月9月的时候，政府的这个委托的费用都已经用完了，可是民众还需要服务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县市因应的做法就是把时数砍掉，或者是说就是不让民众再去这个申请服务。到府服务的居家式照护面临困境，照护机构像是养老院、护理之家、居家中心、日照中心，还有生长机构，也会遇到请不到照护员的情况。原因一样，给的薪水太低，没人愿意做。不过在云林仁爱之家，采访小组难得发现一个年轻的身影，24岁的廖芳琪。哦，你去电疗拢考哦。为什么要哭？会疼呀！啊，你搁最爱去？啊，那是他喜欢人多，所以他睡在客厅呀。他就是对他，就是他最近啊，最近才让他睡在客厅，因为他都会自己出来这边睡。嗯，安尼较好吼。啊，你要倒这边还是倒一边？这边就好。服务4个多月，方琦对这100多位老人家的喜好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就是你要运动啊，你平时就是要看左边。虽然会痛，但是要忍耐一点点。对对对。许多人好奇，年轻的方琦为何会选择在仁爱之家工作？原来他大学念的是银发照护系，雇主看中他读的是相关科系，因此愿意高出一般行情的薪水聘雇他，希望能留住人才。一方面就是我们地处在乡下地区，有没有招收人力本来就会比在都会区要更困难，而再来的话就是照顾服务员他们本身受完教育之后，他们觉得说到医院去的待遇会比在机构里面领的时薪的待遇会比较高。他在医院里面当看护，只要做半个月，他可能就达得到在机构做的这个待遇了。医院因为他的制度比较就行之多年哈，所以他的收入在目前来说算是就比相较之下好像比较稳定哈。那其实人会往制度完善、有一比较好的地方去流动，但是医院也有一个不利点，因为医院有3班轮班的一个限制。所谓3班轮班，是指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工作8小时，但这样的解释其实是有漏洞的。在医院当个人看护，因为没有劳基法工作天数和时数的限制，
一天24小时至少能赚2000元，虽然平均时薪不到100块，但一整个月赚个4-5万元不成太大问题。这也吸引照护员大量从低薪的照护机构转职到高薪的医院去。除了薪资的现实因素，台湾年轻人拉不下身段也是国内长照服务业人才空洞化的原因。好，那我如果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结果我毕业之后去做了工作，虽然这个工作也是一个专业，也很有意义跟价值，可是在形象上却会被人家认为说你在做外劳做的事情，那这个当然会造成他们要选择的一个障碍了。面临高龄化社会，政府并不是没有做准备，这几年已经前后花了超过8亿元培训8万多名长照服务员，但学成拿到证照之后，实际投入到养老院、护理之家的照护机构却不到2万人。劳委会他每年所编列的这个培训照护服务员的经费，他大概是以培训8000人为原则，真正投入在正式照顾体系里面的，像包含的老人福利机构、护理之家跟居家服务中心的，大概有3成多的人，所以像平均每一家每一年能够分配到的培训出来的这个员工这个照顾服务员大概是有1点多人。以目前台湾老化速度来看，初步2016年还需要增加38000多人的服务员才能因应，这样大的需求要怎样在短时间内增加诱因，让人力全部到位呢？我们在国外看到他们针对不同的项目啊，不同的失能的程度，它是有不同的等级的区分的。主管单位卫福部打算参考国外的服务分级制度，未来将以服务内容的轻重给予不同的薪资，不过这仍在考量阶段，尚未立法。想透过调高薪资来增加人力，还得再耐心等等。为了让目前将近70万名失能长者得到更完善的保障，2014年1月，立法院完成长期照护服务法草案初审。不过，社福团体认为，草案里对机构的管理，像是对机构的设立、变更、停歇业等等，规范的巨细靡遗，但是对于提供的照护服务，如何确保其评价、职优、普及，一条规范都没有。当时马英九总统2008年的承诺是长照保险法，不是这些这个烟雾弹的这个长照服务法，因为长照服务法现在目前没有很实质的内涵告诉我们你要提供我们什么服务。除了长照服务法，政府最终想在2016年开办另一个社会保险制度，也就是长照保险，透过全民纳保的方式，让在家照顾失能的亲人或是聘雇外籍看护工的家庭，将可领取现金，每小时最低150元。只是长照保险上路之后，每位民众每人每月要再多缴将近300元的保费，能不能顺利推动，外界仍有疑虑。我们做过很多的民调哈，其实80%的民众是支持长照保险，不过支持跟我自己要付费哈，其实那个感受是不一样。推动长照保险的阻力不止这样，也有社福团体质疑，外籍看护工的聘雇月薪不到16000元，远低于本籍照护员的薪水。一旦长照保险实施，聘用外籍看护工家庭还能额外领取补助，如此一来，原本已经面临困境的台湾照护员泥沼是不是越陷越深呢？这20万个家庭的这个外籍看护工，那目前并没有在我们的长照10年计划的体系里面，那未来如果纳进去的时候，它的人数是台湾现有照顾体系人数的5到6倍，那台湾的照顾是不是更容易走向外劳化？另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未来推动长照保险会不会也像健保一样，因为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而出现财务赤字的窘境？临近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对老人特别照顾的日本，在2000年推出相当于长照保险的介护保险，
福利虽然完善，但因为补贴过多，光是2000年到2010年支出的金额就超支一倍，达到新台币2兆9500亿元。值得观察的是，这段期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多出33%，台�湾也多出30%，让人不得不担心未来台湾是不是也会面临财政破口呢？台湾在1993年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2018年将成为高龄社会，到了2025年会迈入超高龄社会，到时候65岁以上人口过总人数的21%，也就是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老人，而这样的急速老化是花费了32年全球第一快。相较于日本、欧洲等高龄化国家，都已经订定完善长照法，老化速度第一快的台湾，长照制度规划却还像个慢郎中，让人感叹长照路路迢迢。或许您本身或是您家中就有银发长者，面对老人照护、安养，甚至是再度就业等多元化课题，都是每个家庭必须学习面对的。然而，面对高龄化社会，政府如何规划长远而且完善的银发福利政策，也是全民得共同监督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常胜传，下周民事一言堂，我们再会。